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上节课咱们讲了《汉书·艺文志序》，这个《艺文志序》呢比较长，后面呢他说的这是《尚书》的流传啊什么的，这个比较就是内容比较多，所以咱们呢就是节选呢就不讲那么多了。这节课呢咱们开始讲新的一篇《汉书》的《叔孙通传》。叔孙通是一个人的人名啊，这篇呢是选自《汉书》的卷43。这个叔孙通他一生呢很有特点啊，他特点呢就是通权达变啊，就是说很灵活这个人，他不是说像一般的读书人呢，他比较认死理啊，就是咱用咱们今天的俗话来说，这个人呢他心眼很活。他不拘细节，就是有些事儿呢，他做的让人看着觉得很，好像很不符合这个读书人应该有的气节，但实际上呢，他用这些小事情呢，他达到了他自己的最终的目的，所以有人认为呢，他是继承了先秦齐学的传统的遗风，这个刘邦呢，也是把他封号为祭祀君。就是说他继承了这个山东的这个稷下，就是当时齐地啊，齐国这个地方的，就早先齐国这个地方的稷下学派的这个风气。同时呢，他这个利用秦代的朝仪啊，就是各种的这礼仪制度，来重新构筑了汉代的礼仪制度。他又对汉惠帝说呢，人主无过举，就是作为君主来说，君主的这个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正确的，这个呢也表现出，君尊臣卑的这个集权思想。下边呢，咱们就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《叔孙通传》的这个内容。这篇传记呢，写的也是非常生动啊，很有意思。叔孙通，薛人也，秦时以文学征代赵博士。数岁，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，问曰：“楚庶族攻齐入陈，愚公如何？愚公何如？”博士诸生30余人前曰：“人臣无疆，疆则反，罪死无赦。愿陛下即发兵击之。”二世怒，作色。通前曰：“诸生言皆非，辅天下为一家，毁郡县城，硕其兵，视天下，服复用。且明主在上，法令居于下。立人人奉旨，四方服从，安有反者？此特群盗鼠窃狗盗，何足至齿牙间哉？郡守卫金仆诸何足忧？”二世喜，尽问诸生，诸生或言反，或言道。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，非所宜言。诸生言道者，皆罢之。乃赐通簸20匹，1席，拜为博士。通已出，反射。诸生曰：“生何言之欲也？”通曰：“公不知我饥不免糊口。”乃亡去。知薛，薛以降楚矣。这个第一段呢，就很典型这个事情啊，咱们一句一句的看。叔孙通，薛人也。这个薛指的是秦汉时候的县的一个名字，薛县，在现在的山东滕州一带。秦时以文学征代赵博士，就是说在秦朝的时候，他因为他的这个文学，就是文章学问比较突出，所以呢，被征为代诏博士。
就是在博士观中为待诏。待诏呢，这个字面上解释呢，就是等待诏书，等待皇帝下诏。下诏干什么呢？就是等于把它转正。所以待诏博士呢，就有点像咱们今天说的候补博士。就是说他秦汉的时候呢，又就是征召一些人呢，刚征召来的时候先不把他正式的封为某一个官，而把他叫待诏某官，就是候补的意思。等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表现不错，再把他转正啊，就是正式封为什么官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一开始呢也被封为是待诏博士。这句呢可以这么翻译：叔孙通是薛郡人，秦时因为文章博学而被朝廷征召，成为待诏博士。数岁啊，就是几年之后，陈胜起义啊，这咱们都知道，陈胜吴广起义啊。二世，这二世指的是谁啊？哎，显然就是秦二世。召博士朱儒生问曰：啊，博士呢，就是咱们已经说过啊，就是当时秦汉时候的官名叫博士啊。朱儒生就是各位这个儒生，儒生呢指的是侍奉孔子学说的人啊。后来呢成为读书人的通称啊，所以就是说招这些博士和信奉孔子学说的这些读书人来问他们啊。楚庶卒攻齐入陈，于公如，于公何如啊？楚在这儿不是咱们一般说的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那个楚啊，而是指的陈胜的，陈胜起义之后他建立的一个张楚政权啊。所以这个楚指的是这个张楚政，这就是陈胜的起义的部队。庶卒是指这个庶呢是守卫的意思啊，卒是士兵。那么庶卒搁在一块儿就是专指守卫边疆的士兵。在这儿呢他又指的是陈胜的起义军。因为咱们学过这个陈胜吴广起义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说他陈胜吴广他们起义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派他们去驻守边疆，走到半道上因为下大雨，他们按照那个时间呢，他们赶不到这个他们守卫的那个地方了，这样呢按律呢当死。就是说你即使你到了但是迟到了，那就要杀头。所以当时陈胜吴广啊一寻思一琢磨啊，就是你不造反也得死，造反也得死啊，那咱还是造反吧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胜吴广才起义。所以这个庶族呢指的就是陈胜的这个起义军。攻齐入陈啊，这个齐和陈都是秦朝的县的名字。齐呢在现在的齐县呢在安徽宿县的宿县一带啊，陈呢在现在河南淮阳一带。于公何如？何如是怎么样？于公啊，这个公呢在这儿指的就是他招来的这些人，就指的是大伙儿，就是你们大伙儿，等于说的是这个意思啊。对你们来说怎么样啊？就说你们认为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约啊，这好懂。人臣无疆，疆则反，罪死无赦。他们呢都是这么说啊，人臣呢不能有想杀君的意思啊，如果人臣有想杀君的意思，那就是造反。这个疆呢是指的疆域杀其君啊，而
这个自己造反的这种意思啊，他的省称。这种省称呢，是出自这个《公羊传》啊，就是《春秋公羊传》的庄公23年啊，“君亲无疆，疆而诛焉”啊，就是《左传》里边就有这样的词句。所以呢，他在这儿说这无疆就是将要诛杀君主的意思啊。疆则反，那当然是造反。这个则是咎的意思，罪死无赦啊。那他犯的是死无赦的罪啊，死罪，而且不可赦免的死罪啊。愿陛下即发兵击之啊。这个愿，咱们说过好多次啊，愿在古汉语里边一般都翻译成为希望，希望陛下即发兵啊，赶快发兵来攻打。他们说的这些呢，大家想的都是实际情况，实际情况就是陈胜吴广起义了啊，而且已经攻到了祁县，攻入了陈县啊，已经势力越发的越大。这样的这些读书人、这些博士、这些官呢，就是皇帝周围的这些官呢，都认为那肯定应该赶快发兵把这些起义军给灭掉啊。但是秦二世呢，这个人很昏庸啊，他不爱听这些东西，他认为天下太平，没有事儿啊，他不爱听。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听到这些就是很正常的说法啊，他反而怒，作色啊，他很生气。作色，这个作色呢，就是在古汉语里边也是固定的用法啊，这两个字是双音词啊，不能拆开解释啊，就是脸上变颜色啊。咱们说了，这个色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本意就是指这个脸色啊，所以作色就是脸色改变了，一般的都是指生气。这两句呢可以这么翻译：几年后陈胜开始起义，秦二世召集博士和各位儒生问道，张楚的守边士兵攻打祁县，进入陈县，你们看怎么办好？博士和诸生30多人都上前说，做人臣的不应该有杀君的想法，如果有杀君的想法，那就是造反，是犯了不能赦免的死罪，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攻打他们。秦二世听后非常生气，脸色都改变了。下边呢就开始说这个叔孙通他的表现啊。这个叔孙通呢，他说通前曰，诸生言皆非，夫天下为一家，毁郡县城，硕其兵啊。诸生言皆非啊，就是说刚才这些人啊，读书人说的都不对。夫，这个夫还是发语词，天下为一家啊，天下现在像一家人一样啊，非常安详太平。毁郡县城，就是把郡县的这个城，大家注意啊，是指的是什么呀？就指的是城墙啊，这个郡县的城墙都给拆了啊。硕其兵，这个兵呢指的是兵器，这个硕呢在这是融化的意思，融化销毁，把兵器啊都融化销毁了。视天下服用，这个看视的视啊，在这通表示的是啊，就是向天下显示。服用啊，这个第一个服是不的意思啊，第二个复是在啊，就是向天下显示呢不再用这些兵器了，表示呢就是天下太平啊，以后而且是万事太平，用不着再用什么兵器了，再也不打仗了。且明主在上，法令据于下，立人人奉职，四方服凑，安有反者啊。他说的这个简直是太好了啊，这个明主在上啊，就是贤明的君主在上边
法令基于下，这个法律，这个各种政令啊，据于下，这个据是完备的意思。在下边呢是有完备的法令，利益人人奉职，啊，就是官吏，做官吏的，人人都这个恪尽职守，四方服凑，啊，就是各个地方啊都像车条凑在这个车骨上一样，啊，就是说团结在，用咱们今天的词儿说啊，团结在这个秦二世的周围，啊，所以这个服啊指的是车轮上的辐条，凑指的就是辐条集中在这个车骨上，这车骨呢就是大家看一个轮子啊，中间呢它有一个轴外边有一个套啊，这个套然后上面呢插上这个辐条啊，这个套呢就叫这个车骨啊，所以辐凑就是指这个辐条都集中在车骨上。安有繁者啊，怎么会这个安呢是哪里啊，哪里会有造反的人呢？此特群盗属切狗盗啊，特在这儿是只不过的意思啊，只不过就是说这些啊，就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楚庶族啊，攻齐入陈，这些呢只不过是群盗啊，一群这个盗匪，并不是什么像样的军队啊，而且这些群盗呢是属窃狗盗啊，就是像老鼠一样的偷窃啊，像狗一样的这个盗窃啊，就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小偷小摸啊，就是说根本是很小的事情啊，成不了什么大事，只不过是一些小偷小摸，这些很琐碎的事情啊，根本不用放在眼里边啊，现在天下太平啊，何足至齿牙间，在啊，何足至齿牙间啊，这个何足啊，何是哪里，这个足啊，这个呢也是咱们课文里边已经出现了好几次，这个足一般在古汉语里边都是值得的意思啊，哪里值得至齿牙间啊，这个至是放在啊，放在啊牙齿之间啊，就是说根本不值得一提啊，根本不值得拿嘴去说它。郡守尉今补助何足忧啊，就是郡守和这个廷尉啊，就是说这个郡一级的官吏啊，就完全可以把他们抓起来杀掉了啊，何足忧，哪里值得皇帝来忧虑呢啊。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呢，舒从松显然是在说谎话啊，就是和实际情况差得很远。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，这个下边呢咱们再往下看就明白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啊。这几句呢给大家翻译一下，叔孙通看到这种情况就上前说，刚才各位说的都不对，现在天下都像一家人一样和和睦睦，朝廷已经下令拆毁了郡县的城墙，融化销毁了兵器，向天下显示以后再也不使用这些兵器，而且我们上有英明的君主，下有完备的法令，官吏人人都奉公守法，四方的百姓都像辐条集中在车骨上一样紧密团结在您的周围，哪里还会有造反的呢？这些人不过是些像老鼠小狗一样的小偷小摸的人，哪里值得放在嘴里说出来啊？
或者是哪里值得一提啊。而且现在郡守郡尉已经把他们都抓住杀掉了，还值得您忧虑吗？啊，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呢，这大家看这秦二世是什么表现啊？二世喜啊，二世听了之后，秦二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啊，进问诸生，诸生或言反或言道，就是又问刚才这个三十多人啊，刚才说的三十多人呢，又依次的问这些人啊，进问就是一个一个的全问到了。这三十多人呢，或言反或言道，就是说有的人说是有造反啊，有的人说是盗贼。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啊，按诸生言反者下令，就是呢，秦二世呢就下令御史啊，御史就是专门负责这个审问犯人的啊，按诸生，这个按就是审查的意思，下令就是交给狱吏处理。啊，按诸生就是审查诸生啊，其中如果说是造反的，那么呢就把他交给狱吏处理啊，就是关到监狱里。非所宜言啊，就是说他们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宜是应该啊，非所宜言就是不是所应该说的话啊，就是说了不是应该说的话。诸生言道者皆罢之。啊，就是这些人，这三十多个人里边呢，说是盗贼的人啊，也把他罢官。乃赐通簸二十匹衣一锡，拜为博士。啊，对叔孙通呢是非常好啊，赐给他这个丝织品二十匹啊，衣一锡就是一套啊，一套很好的衣服。不但如此呢，还拜为博士，就是原来呢，刚才咱们说了他是代诏博士啊，就是候补博士，现在把他转正了啊，正式封为博士。通已出，反赦啊，这个赦呢是指的是就是那个客馆啊，就是他住的地方。反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加走之的这个返回的返啊，返回他的住的地方。诸生就是刚才那三十多人啊，都对他都问他，生何言之语也啊，就说你说话怎么这么阿谀奉承啊啊，何言之语啊，这个之在这儿呢又是变换词序，起到强调作用啊。所以这个何言之语，它的正常词序应该是言何语，就是你说话为什么啊这么阿谀奉承。就是咱们看呢也会有这种感觉啊，他本来是这简直是他是在这胡说啊，分明呢已经是就是天下大乱，已经是有很多人造反了啊，都受不了这个秦朝的这种苛政了。但是呢他还说呢天下为一家，这个怎么好啊，所以其他人呢都觉得他简直在这胡说八道啊，都责怪他为什么这么阿谀奉承啊。但是他呢，他这话呢也说出了他的本意啊，公不知我几不免糊口啊，就说你们众人啊都不知道啊，我几乎啊没有掏出糊口。他的意思呢，这个意思呢也表示很明白，就是说我说的这些阿谀奉承的话呢，并不是说想要怎么样啊，我并不是说想要得到这些赏赐啊，我只是不想被抓到监狱里边被杀头而已啊。他说的是这个意思啊。乃亡去啊，这个事儿之后呢，本来呢把他升官了，那一般人可能他就待着，那等着继续升官呗。但是他实际他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啊，他已经看透了这个秦二世已经是非常昏庸，在他身边待着绝对没有好下场
所以呢，他虽然被提升了，但是呢，还是王呢，就是逃走了，啊。知薛啊，就是逃到了这个薛这个地方。薛以降楚矣，啊，这个楚呢，还是指这个张楚政权，啊。那么最后这几句，给大家翻译一下。秦二世听了这些话，非常高兴，又依次问其他人。那些人有的说是造反，有的说是盗贼，啊，这指的是就是当时的那个起义军队，啊，有的说起义军队是造反，有的说起义军队呢是一般的盗贼。于是二世让御史核实了那些说是造反的人，把他们都交给官吏去审问，关在监狱里，认为他们说了不应该说的话。那些说是盗贼的儒生都被罢免了，却赐给叔孙通20匹丝织品，一套衣服，并提升他为博士。叔孙通领赏回来后，回到客馆，那些读书人都责怪他说，你为什么说话说得这么逢迎。叔孙通说，你们有所不知，我几乎没有逃出虎口啊。他就逃到薛，薛当时已经投降张楚政权了。这个第一段呢，就对叔孙通他这个人的这个做人的方式呢，有很好的描述啊。就通过这么一件事儿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这个人呢，这个非常灵活多变啊，有点近于狡猾了。当然说这是好是坏啊，这个咱们大家还可以继续分析探讨啊。但是他当时呢，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么说呢，他并不是说为了阿谀逢迎要得到什么东西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而只是为了逃，就是说像他说的，我既不免虎口，就是说只是逃脱虎口啊，他只是这种目的。下边，即意项梁之薛，痛从之，拜定陶从怀王。怀王为义帝，喜长沙，痛刘氏项王。汉二年，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，通降汉王。通如服，汉王赠之，乃变其服，服短衣，处置。汉王喜。即项梁之薛，啊，这个项梁。这个薛就是在现在山东滕州一带，项梁呢是项羽的叔叔，他生年不详啊，他死于公元前208年。秦末和项羽等起兵响应陈涉起义，被任命为张楚政权的上柱国。后来呢，他听说陈涉死了，他就召集呢各路起义军首领呢，集结在薛这个地方，立楚怀王，自号武信君，啊，由此这个声威大振。然而呢，他也是因为呢，因此呢而骄傲了，轻敌啊，所以不久之后呢，被秦朝的将领章邯击败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说这个项梁之薛啊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，他在召集各路起义军的首领啊，集结在薛这个地方啊，自号武信君啊，这个
这个事情。通从之啊，就是叔孙通呢，就这个从呢就是跟随的意思啊，就跟随他。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儿。